我好像踩到什么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叶兰不见了。哎，我说你们在搞什么呀？叶兰，你在哪儿？虽然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不过看上去是解决你们的好机会嘛。哎呀，别光顾着说，赶紧动手啊，大姐头。对对对，没错，都给我消失吧。等等，不会吧，大姐头，快看前面。那是说你这小丫头，结果你还真变小了呀。给我一边去。我踩，这家伙还挺灵活嘛。冷静点，我想想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对了，那时候我踩到了蘑菇，难道就是因为它吗？糟了，这下子看你往哪儿